晚上好，你继续。然后晚餐还没吃完，就让我边吃边。助理甲我讲，张，到底是咧？好、哦。
张卓卓立有甲我讲，张有发生大事件，啊警察遐有人受伤，啊来去问者，问一下。对啊，你在哪？我在警察局。OK， 马上就接。挺好的。议员呢？我有听我助理说啦。哦，刚好来得及，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哦，对了。警车准备好就先出来吧。他们还没有走。他吃海水了。议员，你也要去哦？嗯。我不想坐你家小弟的车，我可以坐你的车吗？可以啊。等一下，吴警官。好，就这么决定的。护士姐姐跳一下。那先回老家还是怎么样？哦，是哦。对啊。我不想坐你的车，我要坐你们家议员的车。那是你的自由。好，那他是我的了。翻到一些照片的话，我再帮您制成明信片。好。不准你。嗯。钥匙，钥匙。钥匙吗？我看一下。哎，你是兔兔啊？嗯，怎么了？啊、兔兔。你们穿兔子装认不出来啊？我认出来，认出来。就说过兔子是我的标志吧。OK。哎，我没有。啊，这这两个是谁？我是兔兔。还是兔兔啊？我右边这个嘞，这个吗？兔子。我是你的粉丝。他是兔子。哦。我的妈！你们两个很像哎。没有，我的内搭比较白。可是你们两个很像哎。我刚来就说他长得像，他穿的就是一样。你们都学我哎，好扯哦！你们两个都学我。靠腰，你比我稳，可是你没有每天带机长啊？啊，那个你有拿到吗？今天的主角他有没有家人呢、啊？有啊，他意大利的表哥来找他了。后面那个哪一个咖啡色头发的那个，
你后面那个好像紫色头发女生前面那个咖啡色头发的那个你往后转怎么了？找他怎么了？站在路边的那个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了？啊，你们有跟他说那个慰问金的事情吗？慰问金什么东西？哦，啊，人家因公殉职啊，好啦，那个该给人家的要给人家，那个可以之后再处理啊。要不然你去跟他讲吗？表哥其实会拿的，应该是不会拿的。对啊，可是啊，就不是他们家的代表，还是剩下他一个。不知道呢。这个你们要问清楚啊！你们不是要看到最后一面？那个，他说来这边，来这边。他说他的家人目前就他顾得来，其他人都不太方便。他会在这里稍微待一段时间的话，那就交给他没问题吧。那事后叫他来找我就好了。哦，好。那我知道了，不然直接就跟他讲啊。这不是比较可怜吗？是吧？啊，那是你们同仁呐、啊。好了好了好了，要我跟他讲也可以呀、啊。这样他就知道你是谁，这样不是比较快吗？你们交换联络方式不是很好吗？啊，刚刚你没问我怎么知道他是同一个。那个，因为罗辑他是因公殉职的部分，所以会有相关的抚恤金，还有津贴什么的。然后，给付的部分就找这位议员，你就之后事后再跟他联络好吗？好的。啊，你们就交换个联络方式吧，这样比较方便。好的，我知道了。你可以看到我们镇上的推特吗？可以的。我下飞机的时候有买一只手机，然后有办了一个闷号。嘿呀、啊，你在推特上面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啊，你传个简讯给我，跟我说你是谁。好的。啊，那个事后政府这边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啦。好的，我知道了。哎、欸，那个夏龙师，你过来一下。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好，麻烦大家了。怎么了？你说着。这个是血雨宝啊，不知道你有没兴趣。你的车是不是防弹的？我的车安全性比较好。嗯，看得出来。就算掉到洞里面去，也不容易坏掉。这台车多少？这台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是政府给我的，是政府的钱，政府的补助给我的。啊，你安全带要拉好啊。咖喱老师哎、欸。议员啊，怎么那么凶嘞？
啊，袂通塞车，莫塞，塞到咱弄着别人车。话说议员，你说，哦对的，到时候有事情可能要找你帮忙喽。我要跟你们家小弟说了，那我再说一次。你等一下路上的时候再跟我说，你可以小声一点说啦。啊，现在是在当碰碰车是不是？可能想要增添一点。好啦，事情是这样子的。你能猜到凶手是谁了吧？应该说表面上的凶手。你说哪一件事？江楼姐的事情喽。我只有听我助理说啦，啊，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也还在了解啦。反正呢，那一颗肾是被我割掉的。嘿。之后呢，可能需要请你帮忙一下吧。帮什么？你会做一些假证明之类的事情吗？例如说，不在场证明啊。他要做什么用的？以防万一嘛。因为蒋罗吉他是卧底，在这段期间我帮他做治疗，所以代表说警方他那里会知道我在干这种事情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帮你说个说辞，帮你做假证明的部分就对了。还有就是，看到时候他们想要以怎样的方式来搞我吧。例如说来搜查我房子吧。靠腰。要搜查你房子。这样子要什么假证明？这方面的话就不是我专长了，所以我来询问你一下咯。在这个镇上，你们医疗用品都是怎么进口的呢？医疗用品他们都有固定的承包商。那如果像是古医师那一种呢？古医师，我记得他好像比较特殊啦。怎么样特殊呢？他原本就不是正科的医学院医生，他算是特殊训练的精医。所以有上过医学院就可以拿到医药用品了？至少他们是合法的。那如果我说我在台湾，给他们政府也有发合法的执照给他们。那如果我说我在台湾也是医学院毕业的呢？那你就要拿证明出来了。医生执照，还是他们警察那里能查到呢？基本上有医师执照就没问题了啦。哦，原来如此。我们要先跳车吗？我先跳出去，你等等再跟我说你在哪里。好哦。
你知道他们最后会到哪里去吗？是不知道哎、欸，我可能要打电话问一下哦。你问一下。679678677一度往上。哦，好。675那里左转，到教堂。好，了解，谢谢你，拜拜。所以你帮我设定一下 GPS、嗯、先过去看看咯。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我要帮你弄一个假的医生证明就是了。我不知道学历可不可以过啦。毕竟要弄来医疗器材，虽然走私是可以，但是如果能用更便宜的方式弄到，那是最好咯。所以当初我才会去报考医学院。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你想要做些什么事情？嗯，安全起见，用个医师证明吧。用个医师证明，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合法跟他们说，这些医疗用品是我用合法途径取得的啊。那这样子我有什么好处？嗯，看你想要什么吧。还是你可以提供什么好处？嗯，我这里唯一优势就是我的医术吧。所以之后可以合作的部分是我可以不用透过医院就有人可以帮我治疗，或是帮我的人治疗。当然喽。所以他们在这里吗？应该是吧，王子英就在旁边咯。你觉得这样子如何呢？还是你想要其他的，像是肉体之类的呢？我觉得现在人太多。好啦，这样再说。我看到他主驾驶的门没？就那个石上面那边吗？嗯。好，那我们就麻烦你把它抬过去好吗？好。
看他呢？嗯，等一下吧，我出一下。这个是龙二。也是哈，这个比较新。局长就交给你了，然后你跟大家说可以轮流上前跟洛基讲话吧。那个，我们警局的人先跟他讲话吧。好，你先吧。嗯，等一下有需要的人可以上前跟罗吉说说话，这样子。嗯，好。请我们一人准备一首，就是可能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弹给罗吉听这样。对对对。哇！没有带枪吗？你是？我有，我刚刚把一把手枪给副局，我身上有大枪。那小七呢？小七。我有带。好。然后我那个欧吉官现在有一把。会跟我想要给他的东西是一样的。
去吧，学妹。那个是要见他最后面，然后跟他讲话的，你们可以，一个一个过去吧，从最右边。冰冰，你去了吗？还没有，没关系，我最后，我最后。嗯，好。太适合上去讲。哦，你欣赏吧。警官，这位是谁啊？谢谢你为镇上的证明的牺牲，我也将你的故事写成一篇报告，告诉世人的。你好，安息吧。兔兔啊，晚安。哦，啊，兔兔。兔兔，嗯。对啊。第一次看他这种打扮的，这个雪说下就下。静静会不会冷啊？嗯，没事，我小火炉。好。嗯，突然下雪。嗯。没事，但其实要被。小警官不会觉得冷。他应该会很遗憾不能做雪天使吧？是。哎，十一也被冲走。对啊，他们两个。
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较想要打学长之类的。我也是。该不会有人想要拿死者的东西吧？嗯，对啊，过一下，好。我怕是你。坐下。什么东西？不客气。停放。局长，我刚刚没进无线电，那个局长还说什么？等下每个人开四发，好，一起开一样，好。你现在进无线电？有进了。
这边吗？哦，我以为是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要站在哪边？哎、欸，不好意思，还好吗？还好吗？我还没有，静静，不好意思，真的是打晕，不好意思，手滑了。你成功转移了这个仗的焦点，黑先生。请问大家都说完话了吗？还有人要跟罗辑说话吗？那个我们家信典要有一首歌要送，麻烦你了。对，信典，信典上场了，快点！
帮他开一枪吧。四枪。我开五。哥，旁边那个要干嘛开？小七有枪吗？小七，好。每个人开三枪。因为我刚被抢。然后明熙开五枪，哎，四枪。准备了吗 ？Three, two, one, fire.你们要看最后一面，赶快看吧。确定哦。梅西还要看吗？对啊。梅西，你去吧。我这没带油哎、欸，没有，我的油空了。那、啊、你帮他倒吧。要倒在他尸体吗？你去你开了吧。不要杀到自己。骨灰的部分要请他哥哥弄吗？对啊，就要叫人拿吧。哥，那就请其他人先离开了。可以离开了、那今天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剩下撒骨灰的部分我们局里就自己处理了，这样子，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不会不会，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还跑过来。好。
谢谢你。有啦有啦，没事没事。嗯，好，你注意安全哦。嗯，拜拜。谢谢你们哦，谢谢。嗯，好，那你们回去路上小心，下雪了。嗯，拜拜。谢谢谢谢。对啊，你让我出来。那我们就往海边移动吧。所以拿着我的电击枪。等一下，谁从我包包拿走电击枪？有人从我包包拿走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哎，你看一下这个紫色头发，这两个。不好意思啊。所以呢？那我请局长帮你拿走好吗？我拿回来。好，我们走吧。还是，什么代志拢爱自己来。
尿坏了兔子。哦，那就不坏。那就不坏。很怪。哎，怎么了？还好，还好，还好。那个家长，我们今天十点半。What the fuck？ 我的网络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找不到，找的无啦，另外一边查看卖。
不然我们先开始吧。好吧，走吧。往前吗？嗯，跟着巨匠走吧。嗯。远，嗯，过来一下，我们在海边。那个赌场老板已经承认他那天是开你的那个人。嗯，可是因为今天有点忙，所以。应该今天不会传他回去警局调查。嗯。那，怎么了？这方面他是蓄意谋杀吧？是啊。所以，可是他跟你说，他跟我说是你叫他开。就是你挑衅他，我挑衅他、嗯。基本上，一个杀人犯他爱讲什么理由是他的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伤害，他是蓄意。嗯，即便我今天挑衅他，他也不能要我的命。这些事我们明天会帮你处理。好啊。你是看看那个海边冰块的。是啊，他不会，他只是小掌勺而已啊。不会啊，那长袖长裤还好。
哦，啊，来了来了来了啊！我们浪浪，我们浪浪，我好害怕，我很害怕，因为局长每次开车都好像看不到前面的人一样，所以他这样我很害怕。嗯局长有没有帮我开车开窗？他在位置不够吧，就看不去了。不够，不够，不够位置，他们去就好了。对对对。那你去上逻辑最后比较好。开去哪了？这个亮得好不舒服。现在身上有大把的、OK， 问他没有？嗯，刚有啊，刚有是不是？对啊，我比较想要武士刀啊。这个是很难拿的。其实我觉得小把的跟大把的，除了近距离有差以外，远距离差不多啊。哎、欸，对啊，就比较好看。也不是好看的、啊。远距离有这么猛的也可以了，只是你看 我昨天用起来，整局好像也没有很强，所以就没事。妹妹啊，我们几个就那整个警局端掉了，而且所有人昨天他们还遇到这种事，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这是狗还是狼啊？这是狗。那又不是妹妹啊？怎么？议员啊？那个，我们去旁边探探吧。
讲逻辑，他妈发了一封 email 给我。嗯，对，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她是我妹。然后，但我也不确定是真是假，所以我刚刚就假装了她表哥，然后就拔了她两根毛，要去做 DNA 吧。嗯，对，然后就等这件事情的结果出来。对，你知道谁开的枪吗？我现在不知道，但我会把所有伤害他的人找出来吧。要什么帮忙再跟我说。好，我知道。啊，你们那个妹妹。哈，我那边有一块豆腐，看你们要不要拿去。豆腐那是什么东西？我等一下会拿给妹妹。好，我等一下会回紧急看。 OK， 那他说那个抚恤金的部分，我再你再交给我再转，然后回去给他妈吧。这个对你会有用。 OK，到时候，他们走掉就是。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叫妹妹来跟我拿东西。OK。啊，你那边有什么问题，再保持联络。OK， 好，我知道了。需要帮忙，直接开口没关系。好，我知道。哎，我现在眼下有一件事啊。嗯。我的911好像被扣押了，在警局里面。一台车啦，车子是不是？对对对。那什么原因被扣押？应该是就昨天抢银行啊。啊，就对啊，结果东西也没拿到啊，车子被扣押。啊，我们是安全撤离了啦。所以只扣押车子是不是？对对对。这个我帮你想办法。OK， 你就说你要把那台车子拿去处理就可以了。嗯，好，没问题。OK。嗯。OK，、啊、那等等他们、啊，那是你们的车是不是？对对对，那我的车。叫他不要再塞来了，我觉得他们开车很恐怖。哦哦。哦，没事，他等一下给我钥匙、嗯，等一下我开的。哎、欸、啊，那个抚恤金的部分，你再转给我，我再转回去给他妈。好。OK。我户头27。好。OK， 好，那。那你要拿东西给他吗？还是让他上你的车？给我怎么了？我等一下拿东西给你。好。还是你要直接坐他的车？我都可以啊，怎么？可以啊。车不在这吗？议员有开车吗？议员有开车吧。我有开车来。现在打算做什么？给你们的礼物啊 ？OK。哦，还有这个。哎呦，要死我！这什么枪啊？你留着用。OK。数量不多，目前只有这一把。OK OK， 好。不然妹妹你跟我来好了啦。啊，那个。对啊。你可以。你再开车带他回去。嗯 ，OK。我要是，嗯。好，不然我就跟着你们去，然后你给他东西，我等下载回去。车主就在停车场而已啊。Okay. 对，没有，我说你不是要载他去警局吗？在我警局什么？没有，我身上极度不干净了。警局我自己去就好了。OK OK 好。东西拿了，你们就可以先离开。OK 好。
妹妹这个豆腐给你。嘿。啊，看你们要怎么用，随便。OK。OK， 那就麻烦议员了。嗯，来保持联络啦。OK OK， 好，好，有什么问题就有什么问题就联络我。好。OK OK， 路上小心。好，记得啊，那个抚恤金的部分。我会小心。我知道，我知道。嗯。OK， 好。OK， 好，拜拜，拜拜。拜拜。夭壽害，嗯，讲网路真的没救了。
眼睛好酸。影响不舒服。我先关台。我先关台，然后明天有剧情，先预告一下，明天有事情，所以明天也会开台。然后明天，啊，这个雪，这个雪，我知道，我终于知道大家在喊这个雪。不 OK 的，这我再跟技术组讨论一下吧。因为我看好久，我觉得好不舒服哦。然后我等等去弄，等下有新证明，再去弄一下新证明。好了，我先关台，然后感谢各位，感谢跟台、看台、挂台的大家，我们明天见。明天真的有剧情，所以可以去看 push 的，或者是西车的，还有谁啊？没有了，不然就是我的。阿翔的也可以。好，明天见，大家拜拜。